当年神农氏曾留下一棵神树，这神树吸收天地灵气，结下圣果，能起死回生，能医百病。这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咬过的。听说那儿有伸手不见的迷雾，还有许多吃人的怪物呢。如果你把圣果吃了，血脉之祖就会破解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去神木族。我想拯救神树，拯救族人，只要能救大家，我在所不惜。太不可思议了，如果他连命都不要了，我一定替他们报仇。穆剑臣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这世界很酷。